再抹点辣酱。配点鸡爪子解解腻。几天不吃吓得慌。哎呀，舒坦。哎呀，满满的一大罐啊。腌萝卜。这一批的羊蒙古个长。哇，今天这个好。喂。
香了。嗯，哎妈呀，真好吃啊，香喷喷，烤了10多分钟，烤箱，吃的这个是牛骨髓的中段啊，看看，哎呀，这骨髓油，嗯，这个太过瘾了啊！哎，这太柔了。Mm-hmm.